我就是来捡口吃的。军爷，喂，谢军爷不是啥职，谢军爷，小的来是给军爷做牛做马。军爷啊，你让我背这么多钱，你是要去哪儿啊？啊！哎，二位公安，小店有新酿的甜酒，刚宰的羊肉。来尝尝，来。哦，反正花完了，然后掏两碗水喝。来，二位客官，你们水。哎，好。来，您吃着。啊。来来来，听我干！来来来来来来。我们是大唐的商人，好多年没见过大唐的兵了，敢问军爷，是不是我们大唐的人马要回来了？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，保重。咱到底去哪儿呢？啊？你这么多钱哪来的？哎呀，有这么多钱，你说干点啥不好？买个几十亩地，讨几个漂亮老婆，再买个大宅子，夏天穿绸，冬天穿貂，天天喝酒，顿顿吃肉，谁还啃这个呀？要钱不要命了是吧？不是，马都死了，
我这不丢人几大，能走得出去吗？这钱是邱自成送西周的军费，军令如山，分文都不能少，少点那没用的。我就问你，背得动吗？他也要爬到西周城。宣威军，你给我！你是兵，给我！你是逃兵，他在这还有几个兵，所以你就逃了。城没了，人全死了，就剩我一个了，我还能怎样？快逃！不，死也要死在一起，把我们家族带回去！快逃！几个大活人就变成这几张纸了，字都没了，我该往哪儿送？是啊，被困25年，每个人都是杳无音讯。郭将军几次派人回长安，都死在路上。有一次终于联络上了，没想到年号都变了。现在算起来，应该是建中11年了吧。这钱上住着大唐建中4个字，就是要告诉镇民，敌军几十万人嘛，这点钱管什么用？哪怕能多换一车粮草，一把刀，一支箭，就能多让一个敌人知道这儿是我大唐。很多商人和百姓为我们提供粮草，被敌人抓了去丢了脑袋，他们认的不是这个钱，是这钱上住的2个字大唐。等把钱送到了，给你买匹快马，因为西周城的兄弟们送份家书。在下大唐武威军玄格营第97兵队郭元正。宣威军卢十四。
他！不要我死！过来人！都是我的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都是我的了。哎呀，有这么多钱，你说干嘛不？把这地主土地，好几个漂亮老婆。喝酒，顿顿吃肉。张春他去了，大唐五位军学哥呀，第九骑兵队全体报到。宋达，翻翻本章。不怕